什么？我爱你，三分钟一定娶你啊！上峰，上峰，啊、上峰！啊金正，我不是。怎么？对不起，我真的尽力了，但是我没能救到那个小章鱼。他们之前真的没有伤害过人。但是人类为什么要这样对他？贪婪的欲望。盖尔的野心比灵动大。灵动只是个科学怪人。但如果真的要盖尔这种变态拿到变异基因的话，人类就这样。